诺亏健康改变生命的轨迹，来京东搜索诺亏健康，节目周边福利等你来领。肠胃做做操，常喝胃动力。本节目由君瑶胃动力赞助播出。专业运动耳机就选韶音，本节目由韶音运动耳机指定赞助播出。张远，屯北家族张远回归，有兄弟在就是最豪华的舞台。一生中每个风景的记忆清晰，总有个故事关于你，寻找着你，仿佛星星触手可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圈子这个行业里还有很多的宝藏歌手，对他们更值得这样的舞台，你们的分贝值得被更多的人去听到。要一人之间不能拒绝，面对挑战的更迭都会识别，看车沾水一河，烟花片片寥落，晚霞恰自是点燃人间烟火。疲惫这世界太多复杂，黄灯马鞭，灯光汇成流淌的星河，音符伴着最美的月色，此刻我们听听歌，聊聊梦。5、4、3、2、1，耶！掌声谢谢。秋风送爽，歌声朗朗，金风送喜啊，喜气洋洋。哦。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在这温馨浪漫的时光里，我们再次欢聚一堂，共同迎来了分贝再出逃第二个表演舞台。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欢迎一位神秘的嘉宾。按照我们节目组的特点，在哪儿会制造惊喜？他是一位姓张的歌手，张学友、张信哲都没来，让我们热情的欢迎张远回归。哇！张远，有什么项目是可以单腿做的？过来，想死你了，想死你了，不要拿拐啊！真的是，这还一点不懂事儿。凭着对音乐的热情，凭着两只拐，从天南唱到了海北，终于回到了我们分贝再出逃的舞台。你快点，掌声再次欢迎张远。本期表演的主题围绕梦想。还记得你梦想刚刚萌芽的瞬间，还记得你拼命追逐梦想的那种坚定的模样吗？不畏惧山多高，海多深，只要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一路走来，不要错过身边的每一个风景。为什么呢？因为太冷了，我要先唱一首《风景》。谢谢大家。先打呀。谢谢老师放伴奏。习惯性屏蔽扰乱我思绪的声音，当我遇见你就厌倦了安静，处心积虑相遇创作心灵感应，手掌里的你是我鼓起勇气穿越人海的痕迹，生活叛逆我也会不顾一切走向你，你给予我同样回应，未知的恐惧照看我的双臂，拥抱飞奔来的你，一生中每个风景的若即亦清晰，总有个故事关于你，简单却不可思议，每当我牵着你走过美好的风景，对着晨曦许下一起看黄昏的约定，不多清醒有你，所有都平平无奇，
只能将最好的我与你。我与你。习惯性屏蔽，扰乱我思绪的声音。当我遇见你，就厌倦了安静，处心积虑相遇，创作心灵感应。人间烟火气，需要一点点的勇气，将感动温习。我陪着你，坐在屋檐上，静静等流星。你给予我同样回应。未知的恐惧，张开我的双臂，拥抱飞奔来的你。一生中每个风景都若记忆清晰，总有个故事关于你，简单却不可思议。每当我牵着你走过美好的风景，继续下一起看黄昏的约定，哦，多庆幸有你。所有都平平无奇，只能将最好的我与你。每一个风景倘若记忆清晰，总有个故事关于你，简单却不可思议。每当我牵着你走过美好的风景，对着晨曦许下一起看黄昏的约定，哦，多庆幸有你。所有都平平无奇，只能将最好的我与你。谢谢 ，Thank you， 稳的嘞，哦，真的是稳的很多。哇，行哥，第一个舞台的时候，我们是有演出顺序的，但是今天导演组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可以自行的排序演唱。哦，哎，那就干脆按照年龄的倒序，年纪最大的已经刚刚唱完了。那年纪第二大的是时候来仰望星云一下了，有请张云仰望星云。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真的中配也今天还是很不错的，相当好了。好，我站这个位置 OK 吗？非常 OK 啊。我们一首《仰望星云》送给大家。耶。仰望星云寻找着你，仿佛星星触手可及。天上的星星会发光，是为了倒映它的眼眶。树上的叶子已结了霜，在提醒他天气微凉。跌跌撞撞闯入了北方，想看一眼最美的极光。他也不是喜欢流浪，只是心无处安放。遥望星云寻找着你，仿佛星星触手可及。发光是为了倒映他的眼眶，
树上的叶子已结了霜，再提醒他天气微凉。跌跌撞撞闯入了北方，想看一眼最美的极光。他也不是喜欢流浪，只是寻不出安放。遥望星云寻找着你，仿佛星星触手可及。这感觉如此熟悉，像是有人在星星触手可及，这感觉如此熟悉，像是有人在耳边低语。遥望星云寻找着你，你会属于哪个星系？命中总会遇见那场流星雨，命中注定遇见那场流星雨。哦耶，好听好听好听。这个唱歌的时候和走路的时候画风突变啊，感觉少了一份优雅，但多了一份对梦想的打拼，是不是吧？一看就是一个追寻路上跌倒了又爬起来的人哈。对的对的对的，主要是切题。就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追求梦想，然后你的仰望星云。我们想一下，小时候我们会仰望星云，知道我们会希望去追求自己的那个梦。对，我是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话想对十年前的自己说，比如说问一下远哥啊，如果我们两个啊，对十年前的自己有要说一句话，你要说什么？十年前的自己，除了别抢麦。回来回来，我哭了，我又哭了。十年前哦，怎么说呢，其实那段时间好像渐渐开始没那么好了吧，但是呢我又觉得我也不用对他讲什么，因为就是那样的时候的我，然后有了很多真实的体悟和体验。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对十年前自己说一句的话，那就继续往前走吧。Okay. 别害怕就好了，就是让十年前的你更坚定。对、啊、不需要特别的一些建议、因为那个时候的你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经历着该经历的事情。哎，非常好。我倒是有一句具体的话想跟十年前的自己说、如果我可以跟十年前的我说一句话，我一定要说带一笔款把三环的房子买了，真的。过了十年你就买不起了。对对，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比弟弟们要年长一些嘛，所以呢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些社会经历和人生的一些过程，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丰富的感受，到时候跟他们的弟弟们分享。但是在追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会有一些困难，有一些苦涩，有一些孤单，有一些寒冷。这个时候呢，朋友家人就很重要，他们会给你鼓励，给你盖上被子，给你披上衣服，对吧？他们 cover 到你的身体，他们 cover you， 他们 cover me。 有请斯外哥带来 cover me。 太牛了，这串子到底是怎么想的？硬来，我今天就不是无法想到这个是怎么串出来的。就硬来，我总能掰到的。太牛了，感谢醒哥。 OK， 好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斯外哥的掌声。心跳分裂，皮肤敏感又触觉，感官世界来到玄武的世界，看山要境界，一瞬间就让热血不是幻觉，要一人之界不能拒绝，面对挑战的更迭都会识别，躲在周密的花园邂逅的细节，一瞬间就会惊艳，欢呼热烈，仿佛
佛之神与采购进技场之中，欢迎你来一起施展你的武功。威尼斯广场就像是迷宫，发现所有人在欣赏你的进攻。在所有的困难变成秘密的闪光灯下，每个动作都会在观众眼中最完美的发射，音乐是下一次冲动，每秒的律动隐藏在无限惊喜几秒钟。一起摇摆无可替代舞台呐喊，置身于采购进技场之中，欢迎你来一起施展你的武功。威尼斯广场就像是迷宫，发现所有人在欣赏你的进攻。再多的困难，不是秘密的闪光灯下，每个动作都会在观众眼中最完美的发射。音乐是下一次冲动，每秒的律动隐藏在无限惊喜几秒钟。一起摇摆无可替代舞台呐喊，守在等待。有点小东西。今天远哥回来啊，我先问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第二场的演出场景感觉如何？来说一下。其实我觉得你们不说中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已经确实还不错了。所以我在想那豪华版到底是什么样子，就是豪华版。我告诉你，就缺什么？缺什么？缺樱花与风车。让我们欢迎让带来竟然是我樱花与风车。我的天，我都听进去了，我都听进去了，我真是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哇，你好适合站在里面啊，你感觉融为一体。开始吧。重复沿着岁月的褶，在云雾中踏上了银河，再在星辰唱夏日挽歌，看细雨在宇宙中穿梭，只走进细轻鸟的景色，看清楚灰烬绚烂萤火，风儿吹过萦绕我静坐，时光诉说的是我记得，风车辗转银河，樱花片片凋落，晚霞恰此时点燃人间烟火，花瓣缠绕失策，映出粉红轮廓，一双回眸看潮起潮落，风车不停转着，樱花舞动曲折，时光仿若一瞬间就此定格，不知何在歌，星空下的烟火还从流星也划过，依然那么炙热。哇哦哇哦哇哦，来吧 relax。
托起袭青鸟的景色，青春摧毁成绚烂萤火，风儿吹过依然我静坐，时光诉说的是我记得，风车辗转雨和樱花片片寥落，晚霞恰似是点燃人间烟火，花瓣缠绕身侧，映出粉红轮廓，一瞬回眸看潮起也潮落，风车不停转着，樱花舞动曲折，时光仿若一瞬间就此停格，不知短暂一刻，星空下的烟火，才从流星也划过，依然那么炙热。恰恰此时点燃人间烟火，花瓣缠绕身侧，映出粉红轮廓，映出回眸看潮起潮落，风车不停转着，樱花舞动曲折，时光仿若一瞬间就此定格，不知等在一刻，星空下的烟火，在从流星也划过，依然那么炙热，长得太帅了，梁亮确实长得挺帅的，他长得太帅了。但是你也不要去灰心，不是我们的才能，它不一定限于长相，呀呀呀，对不对？只要你有这个自信，对不对？你就会闪着光。那我来吧，听出来了吧？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我很自觉。天哪，我就知道了，我好想看下一个，我是怎么引他的歌出来？对的，就是那所有的人，当你们在一起开始闪光的时候，我们汇聚在一块儿，就会成为一道亮丽的星光，好不好？让我们有请小玉来演唱一下我们的《闪亮星光》。哎，哎呦喂！
是最闪亮的那颗星光。呜，好听，好听，好听。我付出所有等待，未来期待，这句词特别好。其实就是像我们这些人，就虽然说我跟远哥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我觉得各位都是付出了，基本上是倾尽所有了。你们当时在舞台上也是没有任何的保留，对吧？对，挥洒了你们的汗水，倾尽所有，这种感觉特别好。而且有些人会说，把自己的一些青春啊，或是说情感啊，毫无保留的去释放出来。包括有时候我们被考古，你看曾经抢何老师麦克风的人，对不对？哎，曾经在舞台上哭了又哭的人，对不对？现在看来，哎，其实他不是一种傻，他是一种青涩的、美好的、单纯，而且那个追梦的样子很动人。嗯，哎，那也想问一下四位弟弟啊，有什么想跟你们十年后的自己说的？四万哥开始。我如果要说一句话的话，应该是。你对你现在目前开的世界巡演还满意吗？不是，有点。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正常一点的话，应该就是想说，还是希望你一直记得你二十年前的你吧。就是比如说我十年前的我想的东西，包括跟我现在想的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别。我也希望我十年后的自己能想的也是跟我现在这个心态一样想的东西。我也差不多呀。其实都差不多，差不多。让让呢？十年后的自己的话、你说一句话给十年后的自己。对，你还年轻，继续努力。那肯定了，还年轻。他要是说三十一觉得老了，咱们基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小鱼，给十年后的自己。十年后，我只希望，我希望十年后的你是开心的，然后做的是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哎呀，这么有大爱呢？没有。对，陆思恒的十年后。我希望我的十年后快四十了吧？啊，三十九。对，你是个里最大的。我希望十年后的自己，仍然还可以幼稚的在热爱，然后不要被现实所击败。哎，你看看还押韵呢。那无论是十年前的自己还是十年后的自己，其实都是在一个追求梦想的状态当中。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心里有梦想，无论是年轻的你们还是稍微年长的我们，在这条路上都是有底气的。有底气，因为有梦的人别怕，好不好？来，有请陆思涵带来有梦的人别怕。来来来，到加油。这是小鹿在我们的分贝再出他的第一个舞台，加油。
快快快！好听，好听。从一瞬天然贴住你身上吧，从一身上吧烧出一身铠甲。真的特别好啊，好，真的好听，真的好听。这首歌是他应该是出营之后，然后就第一首 OST。这个三分运气七分打拼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常规动作。谢谢陆老师给我们的教诲，谢谢。不客气。其实大家今天都把自己的一些想唱的歌在这个温馨的舞台做了一个展示哈，就对了。因为要知道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舞台，其实真的得来不易。啊，今天我们的导演组真的是很用心。我们上一次的舞台其实是有点那种绿色的感觉，对，好像我们刚开始一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刚认识，然后不太熟，然后大家就是刚认识，就是刚是新朋友，对，然后就很青涩的那种感觉。这一次有点就是秋天的感觉，然后就是好像星光，对，好像今天的感觉就有点熟了，对，有点熟了，非常好。还有一种解读就是在你第一次是绿色生机勃勃之后呢，就差不多该黄了。先见血了了，哎，是吧？尽量我们去积极的去理解，是啊，要积极的理解。其实我觉得对现实规则的这种有时候的这种调侃啊、自嘲啊，它和你内心保有的这种自信，是的，和这种阳光和积极并不矛盾。对，我们要以一个轻松的心态，有时候可以开自己玩笑。哎，有时候你那个青春过，你也许你秋天过、黄过、冬天过都 OK， 但是你可以周而复始，再就业嘛，可以再青春嘛，对不对？是是。但我们的心态永远是要面对。夏天的时候释放所有的能量去打拼，面对秋天的时候好好珍惜每一次收获，这样我们才能储备更多的能量，在冬天让我们厚积薄发，迎接下一个春天越来越好，好吧。哇，而且呢，我希望大家明白，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圈子这个行业里还有很多的宝藏歌手，对，他们更值得这样的舞台，他们的音乐没有被发掘。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把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通过这一次我们的相聚，我们的音乐的展示，也告诉更多的朋友，你们值得拥有像我们拥有过的这样的非常好的舞台，你们的分贝值得被更多的人去听到，啊，你们的梦想值得更大的平台去承载。是的，说得好。而且现在我更加的深刻的感觉到，只要我们哥几个在一起，无论拿到多少个分贝，我们的舞台都是豪华的。爱你们。好了，分贝再出他的第二个舞台就这样完美的结束了，让我们一起努力期待我们的下一个舞台。拜拜。
本节目由诺辉健康首席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君瑶胃动力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韶音运动耳机指定赞助播出。号外号外，分贝家族要在分贝岛上举办演唱会了。哎，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到这个分贝岛啊？你还别说，还挺刺激。可是登岛不易，竟要证明我是我。陕西方言，今天呢咱玩一个游戏啊，每个人呢都是争取拿一些分贝，要一个豪华的舞台，哎，可以表演，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开心，很开心。我直接给你来个我的个人技。上微博参与分贝再出逃话题讨论，聊聊你的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分贝再出逃，向公益出发，在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的公益支持下，更多年轻人凝聚爱心，收获感动，用青春的力量扬起公益的风帆，大声喊出属于年轻人的爱心分贝。关注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关注职工公益。